你哥出来了，你不看见？你老弟在门口呢，他趴那小水了。他万万已经发现不对了，自己的领域已经有别的猫味了。他咋不看猫啊？他咋也不出来呀、啊？没看着吗？他刚才走到那过去的。他咋不出来呢？和他卧那，他观察他了。出来了。他应该早看见了，他走到那过来的。刚才，弯弯，你是心大吗？哎呀，对视了，看见了。你的领域你怕啥？问问你先认识认识嘛，对不对？问问在瞪我，现在跟我有半毛钱关系？哦，只看见了，静止了。哎呦，却逃不掉，想抱着你，哪怕只有一秒。他怂了，这个是谁在屋啊？数黄花鱼的，你贴边走啊。喜欢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和收藏哟。